院长，昨天有去看，一大早就有去看这个林雄啊。那今天我们进食进入第二天了、啊，哎，大家就会关切说，到底要怎么救林雄？你看，我昨天很早就去了，最主要还是要了解现场的情形，那关心林雄先生他在那边啊进食哈，啊这个整个的场地跟啊他们的决定这样，一直到差不多十一点多才离开嘛。从民国1966年，我担任他的竞选总干事哈，他当选省议员啊，相处到现在哈，已经将近快40年了。我非常敬佩他对理想的坚持，那对他这次决定以进食的行动哈，要来反核四啊，我也非常的啊不忍。马政府啊，已经变成一党专政，这个马金江哈三人决策。那他们三个人策就是说非常寡头的这个垄断，寡头的独裁，根本就不在乎人民怎么想，尤其不在乎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啊，核四的这个啊安全威胁非常的大。他如果不出事情则已啊，一出事情就像日本的福岛核灾一样啊，这个影响的就是全国，至少是北台湾。所以我还是呼吁啊，这个啊马英九回头是岸哈，应该要回应林雄先生的主张，应该要回应全民的心声。